参见誉王。此处无人，你也要如此。有人无人又有什么关系？誉王永远都是那个心怀天下的誉王。谨言，我是信你的。信我？就算信我又能如何呢？天下与我孰轻孰重，谨言还是分得清的。你在说什么呀？誉王，我应该高兴你为我赐婚，能为誉王所用，能为誉王尽忠。分明是你心慕景王，一心想走。本王赐婚不过是一心想成全你罢了。我何时心慕他了？我心慕的人是谁你不知道吗？你是傻子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说我什么意思？你为他做了那么多事，破镜重圆，玉蕊冰心，现在还为他来到凤影寺，为他守一辈子。我帮景王是因为我不想他无辜受累。玉蕊冰心我比你更宝贝，至于凤影寺，我哪知道这个地方这么可怕，有进无出，是因为你在府里成天不理我。所以你从没有想过离开我？错的是你。你知道吗？我的梦想是行遍四海，去北疆看黄沙茫茫，去东洋看大海辽阔，去长郡，去金陵，去西蜀。可是为了你，我却被困在这一寸的王府，你却什么都不知道，还无碍于我，将我丢在黄山野里，只剩我一个人。我不是怀疑你，真的没有事在瞒着我了吗？有。那可以同我说一说吗？你让我再想一想。我只是希望有一天你能像相信景王那样相信我。誉王，可否让我多想一天？好。誉王，我还能相信你？
玉王，火浪太大，锦言姑娘没能救出来。不可能，你定然是连同他一起骗我，对不对？你和他一起联合起来骗我，对不对？玉王，对不对？啊，不可能的，玉王。您要节哀保重贵体，锦言姑娘，她已经走了。闭嘴！一个两个，都盼着她死，本王不许她死，本王不许她死。玉王，我的一次疲倦是
是因为爱你，怎么狠心忘记你？心上裂出的痕迹，为何回忆全是你？樱花枯萎，缘尽随意地。景琰，你别跟我闹了，你出来，我什么都依你，我什么都依。听友莲，来人，属下在，即刻封刺，排查所有出境之人，彻查走水原因。是。是你该穿的嫁衣，你当日却逃了。